到要上下来。嗯。间隙调整。发了百个块钱现金。哎，萝卜子，你个想要到百个块钱看你操作不呀？哎，人家是明的，要给他别说精明的的。啊，别个到百个块钱钱来，看那个数字操作精明的，来别身高，来规矩高高。萝卜子，要你那个别上身高，改规矩，咱提起名的。我都是精明的，咱别上水道，操作地。咱公司干的，我们今天还人很早了，公司的，公司。调好角度，他都没考，所有的都没管。完了，你看路呢？调好角度，刮刀，然后把刮子拆下来。是吧？木子，人家给的，他妈要给，他都赔的。这个表要规定。那钱给不出来，他就不调。这个表他也没调。没拿钱，他操作。也没拿扳机过来。要来了，儿子嘛，儿子来没关系吧？他是没拿干水过来。没事，这个可以忽略掉。啊，这忽略掉这个。忽略掉，本来按道理要把表归你。嗯。换下来表归你，然后再按照你的要求把刮刀抬起来，你间隙要多少，我要调多少，然后再把刮刀抬起来。把风机开起来，把加热开起来。啊，叫什么房子嘛？萝卜的。啊，叫什么房子嘛？按照你的要求，把那个温度。叫什么房子？别的推了。看他操作了，给我看他操作了。然后把你的速度。你需要的速度调好，把排风开启，把张力调到合适的范围。好，这边就是这个。慢慢转，它比较很快的。这速度好像是有点慢。很快的。速度太急。
都没调整。然后把这个胶给压住了。再如果涂布的话，首先把插进来，可以了吧？嗯，就是这个。可以关机。那我们关机了。OK。关机。就是说我要，涂完之后，嗯，停的时候是吧？嗯。停的时候，第一步反正就是头部停止，是吧？你看它这有问题的，我停止之后这个灯还亮了，然后把加热关闭。然后再把风机可以晚一点，要把排风风机关掉，再把排风关掉，然后就没了，就关了。如果你要收的话，你如果不涂的话，就要把那些取涂了，就在外面，这些反正你不取的，没有了啊，哎、可以。没有了。